这件事情确实是陈委员打了招呼，所以吴立伟才成了公务局局长的预备人选。哼，这吴立伟想的倒挺美啊，直接爬到我头上去，门儿都没有。 少钱，少钱。爸，马上都要吃饭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啊？我今天约了个业主，在外面吃。啊，对了，中华大楼那个项目马上要招标了，永生准备的怎么样？啊，我知道，一切都在准备中呢。 我告诉你啊，这次这个项目政府投入非常大，所以你们永胜啊。爸，你放心吧，竞标的事情我自己心里有数，不劳烦您操心。我约了业主要迟到了，我先走了。最近少钱一心都扑在工作上，每天都很忙啊。哼，这个臭小子，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李东，你继续看着那吴立伟，我怕他为了上位又搞出什么新花样来。知道了，局长。啊，没什么事，你先去吧。嗯。方方面面的都打点好了吗？全部打点到位。 这次公务局局长的位置，一定是大哥你的。哎呀，这次花费巨大，这不得已才动用防御工事那笔款项，此事非同小可，所以你无论如何要把证据消灭干净，不能留任何蛛丝马迹，听见没有？大哥放心，只要他们不专门去核对款项，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短时间内这个资金周转不过来，咱们这个防御工事的窟窿。 不上，啊，这个倒没问题。这不眼下就有一个大项目送上门来了吗？大哥是说，中华大楼的项目。这个中华大楼啊，是政府最新的办公大楼，占地万余平米，这里头每一个小项目都能捞出油水来。只要是永盛拿下这个项目，那个小窟窿还愁什么呢？永盛既有资历又有实力，拿下这个项目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关键就该少钱那儿的了，但我最近老觉得这小子有点不对劲。你帮我去盯着他点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行，我知道了，大哥。把东西都收好啊！哎，好。哎。 你好，哎，请问西西小姐在吗？今天收工早，她已经走了。走了？嗯。那你知道她住哪儿吗？我只知道个大概，具体的位置我也不太清楚。那你帮我写下来吧，麻烦了。行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我去给你写。谢谢。哎，没事。你看他多笨，他多笨呀，打陀螺都不会，笨死了，笨死了。不会打就不会打，这有什么稀奇的？我不是笨，是您家小嘛，我们笑话干什么？笑一笑就怎么了？就是啊，我不高兴还打你呢。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欺负人呢？玩游戏就玩游戏嘛。 没事吧，小朋友？啊？哎，好了，你别哭了。你看，你刚才被推倒的时候都没这么哭呢，别难过了，啊？他们都会，我不会。不会什么呀？打陀螺。打陀螺？所以你是因为不会打陀螺才这么哭的呀？
不会打陀螺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觉得这么酷吗？我不会打陀螺，他们说我笨，我不是笨，只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怎么打陀螺。从来都没有人教过你怎么打陀螺啊？那你爸爸呢？我没有爸爸，我只有妈妈。妈妈忙着赚钱，到晚上才回来。我还有一个姥姥，可是姥姥腿不好，跟我玩不了。没事的，小朋友，我相信你以后啊，一定会学会打陀螺的啊。叔叔，您教我打陀螺吗？小朋友，叔叔现在有急事，正在找人呢，恐怕不能够陪你打陀螺了。嗯，你找其他人教你吧。啊，好好好，叔叔教你打陀螺好不好？真的吗？啊，你还要不要学啊？要学要学。好，来，你看着啊。嗯。就这样，先把陀螺用绳子给缠起来，缠好以后放在地上，走。站起来了。哎，转起来了，好不好玩啊？太好玩了！你终于学会了。谢谢你，尼古，第一个教我打陀螺的人，真是太好了。哎，对了，小朋友，时候也不早了，你要不要回去啊？家人会担心你的。对，姥姥说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就该回家了，要不然姥姥会着急的。再见了，叔叔。嗯，来。拿着你的陀螺，再见了。再见。千载良机。大哥，你是说，拿下中华大楼，是扳倒杜万英的千载良机？没错。杜万英为了能当上正局长，花钱如流水，已经挪用了大笔资金。只要你力压永胜，拿下中华大楼，他必死无疑。这杜万英当了这么多年的公务局副局长，挪用资金肯定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大哥为什么认为这一次我们可以扳得倒他呢？这次不一样，这次他挪用的是防御工事的款项，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防御工事？对，一二八之后，当局已经决定在沪杭一带秘密构筑国防工事，我觉得这笔款项已经拨到了公务局，他正好顺手牵羊，来了应急了。杜万英真是混蛋，这种钱也敢伸手。他为了能当上正局长，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只可惜我没有拿到证据，不能贸然举报。我只能打乱他的节奏，让他乱了阵脚。我们等了这么多年，一直按兵不动，就是在等待这个好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嗯。你说你要跟我合作竞标中华大楼项目？是啊，几率不大，要不要考虑一下？优秀的设计师那么多，干嘛找我？你说的没错，能合作的设计师是很多，但是愿意跟陪绑率90%的营造厂合作的设计师却很少。我想了很久，我周边的朋友，就你最执拗了，说不定你会认准那10%呢，所以我才来问问你看，那万一我就是想跟获胜几率比较高的营造厂合作呢？那不算本事，跟陪绑率90%的营造厂合作，才是你设计师的本事。你考虑一下。好吧，我就接受你的挑战。一言为定。啊，对啊。海报拍完了，郑先生很满意。当然，下次一定继续合作。好，再见。
陀螺小朋友，你又在这玩呢？哎，你今天怎么要玩陀螺呀？我是那里面的打陀螺第一名，然后他们都不跟我玩了，所以我今天骑马呢。姐，姐，可好玩了！小安叔叔，我把我的马让你骑一会儿吧。那算了吧，你这马太小了，找人叔叔骑不了，你自己玩吧。好吧，星辰，星辰，回家了。哎，姥姥来了。小安叔叔，我要回家了，改天见。啊。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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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驾，驾，驾，嗯，驾，怎么了？驾，今天你没玩成马，那就，让你吃一块点心吧，喏。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不用了，家里还有呢，这是我妈妈亲手做的，可好吃了。好，那叔叔就吃了。拜拜。驾驾驾驾驾！星辰回家了。小明，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几岁了？请问你是谁？姥姥，别怕，小安叔叔是好人。我叫星辰，我今年三岁了。三岁？那你妈妈叫什么？啊？叫什么？我妈妈叫。啊，远点，卢姐，你告诉我，他是不是？不是，他跟你没关系。不，你等等，他今年三岁，就是四年前离开我的。不是，就不是。妈，走，我们走。卢姐，卢姐，你别拉着我！我告诉你，你别再跟着我，再跟的话，我就报警察署了。孩子，星辰一定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叫星辰，他叫星辰。混凝土搅拌机，还有蒸汽打桩机、电力压气铆机。哎，你知道要把这些机械都配备成跟永盛同样的规模，要花多少钱吗？花多少钱也得买啊！这次竞标，对营造厂的施工设备要求极高。要是我们连基本的设备都输给永盛的话，那我们真的一点胜算都没有了。不是，七南啊，虽然啊，我也非常想拿下这个项目，但是说实在的，这次跟上次贫民区住宅那情况完全不一样。你贫民区住宅啊，投资不大，标准不高，普通营造厂都能胜任。这个中华大楼，这是市政府的办公大楼，它不光对设备配备要求高，对人员的配备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你设备我们可以砸锅卖铁倾家荡产可以买，但人呢？人哪儿找去？你看，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啊，竞标的营造厂必须配备经经济部核准登记之土木或建筑科工业技师一名，有项目资历的看工八名，咱浦江营造加上你加上我，最多三名看工，这一时间哪儿找剩下的五个人去？你更别说这经济部核准登记的工业技师了，这是什么人呢？这得是大学建筑或土木工程科毕业，那还要有三年的重要工程的项目监管经验，你像这种人，整个上海不足百名啊！那不是在大的营造厂任职，就是自己当老板，这，我们哪儿找去啊？算了，嗨。如果把涵盖事务所挂靠在浦江营造厂名下，你们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小姐，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我来找你商量设计图啊。哦，哎，付小姐，
你刚才说的挂靠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不是在找经济部核准登记的工业技师吗？啊，我就是啊。哎呦，哎，这解决了，太好了！小姐，你真是雪中送炭呢。不是韩军，韩干事务所是你全部的心血，你真的愿意挂靠在浦江营造的名下？我当然不愿意了，但是鉴于现在的情况，这只是权宜之计。谢谢你，韩军。你谢我干什么？我又不光是为了帮你，毕竟这个项目是我出设计图，你可别浪费我的心血。好，老鬼啊，哎，那还有五名看工，就看你的了。行，豁出去了。这当年不是让立冬带着女人把孩子打掉吗？怎么这孩子还在啊？这女人现在还成了歌星了。哎，这事我问过立冬了，当年立冬确实让这个女人把孩子打掉了。但是像这种不检点的女人，离开上海以后又跟别的男人纠缠不清，生下这么个孩子也不是不可能。关键是现在回来以后，一边勾搭着少钱，一边又跟沈其南走得这么近，估计是看着沈其南最近有崛起之势，想要多个靠山。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少钱还把她当个宝，还骗我说是见业主呢，气死我了。早知道现在，我当初就不该放这个女人走。大哥，现在想要这个露西消失也还来得及。那现在肯定不行了，那少钱现在把她当宝似的，这女人要出点事，少钱肯定得分心呢。哎呀，尤其是这沈其南和傅寒君已经联合起来了，对这项目志在必得，这种时候绝不能因小失大。想个办法让这个女人主动离开少钱，这样少钱的心才能回来。明白，大哥。啊，还有啊，盯着点那沈其南，他最近不是进了一大批新设备吗？啊，还招兵买马，这肯定是要跟永生对着干了。哎，你说他这个浦江营造要是没那么大开工量，那他进那么多新设备会怎么办呢？放心吧，大哥，这次咱们不会让他成功的。杨向清，杨工。是的，丹尼尔先生。杨工啊，我看你在陶器营造跟过很多项目，为什么会选择我们浦江营造呢？哎呀，哪里哪里，都是一些拿不出手的小项目。丹尼尔先生，你应该知道，现在上海滩像这种营造厂那可是多如牛毛啊。像陶器这种进不了水木营造同业公所的小厂，他连去承接大型项目的资格都没有，那么迟早他会没落的。与其到时候去喝西北风，
还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进入大的营造厂，最起码也是个活路啊。所以，还请丹尼尔先生能给我这个机会。齐南，韩军，你怎么来了？有个问题，我想让你看一下。怎么了？你看看，关于这个地下室的通风口呢，按理说特殊时期跟平常用应该是要设计两个通风口的，但是这样一来就占据了很多没有必要的面积。你看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位小姐，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只需要设计一个通风口，一个就够，然后要加固这个通风口，在通风口的边上再加装一台送风机，依靠这个送风机来控制进风的大小就行了。这倒是个办法。您是？这位是杨工，是我们新招的看工先生。哦，行吧，杨工，你去找我们营造厂的老鬼，去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规划，之后有什么我们再谈啊。好的，丹尼尔先生。来，真没想到啊，一个小营造厂的看工先生这么厉害。不过说起来，哪个大厂不是从小厂发展起来的呢？其实这些小的营造厂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才华又有学识的人，只不过因为水木营造同业公所的门槛在那儿，那些小厂发展起来真的是太难了，行业呢又都被大厂给垄断了。那些小厂的人啊，要是没有一个高的起点的话，真的很难发挥。你是说像正畸夜校的林老师一样啊？林老师呢是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毕业的，他有很好的专业知识，刚毕业的时候呢也一心想为中国的建筑业崛起做点事情，只不过自己没有人脉，他自己办的营造厂呢无论如何都进不了水木营造同业公所，最后没办法，自己的营造厂倒闭了，也只能去夜校当老师了。哎呀，这说起来小厂的生存还真不容易啊。是啊，真的是让人很无奈。你说一个领域的崛起哪是几个人就能做到的，那些明明可以一起砥砺前行的同伴，那满腔的热血却早早的就被我们自己定下的条条框框给浇灭了。想什么？没什么。所以你一直留在正畸夜校就是为了找到更多跟你砥砺前行的人？为了那份薪水而已。我走了。小姐，你真的不让我开车送你回去啊？我南哥知道肯定要骂死我的。那你就不怕我骂你啊？他有什么事让他来找我说，我今天真的想坐黄包车。我走了。行，小姐再见。一会儿赶紧上场了啊！哦，好，我知道了。西西小姐，这位先生，你是要签名吗？哦，签名就不要了，我来给西西小姐送样东西。这个您认识吧？你是谁？这陀螺怎么会在你这儿？你看，西西小姐每天只忙着唱歌了，连自己的孩子一个人整天在外头闲逛都顾不上。这年头拐子这么多，说不定哪天就把孩子给拐跑了。我特别为西西小姐担心。你到底想说什么？哼，我只是想提醒西西小姐，有些当断的事得断干净了，否则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是杜家派来的人吧？麻烦你们搞清楚，我从头到尾都不想和杜少前有任何的关系，是他一直在纠缠着我。我告诉你们，不要打我儿子的任何主意。好，既然是这样，那西西小姐你就应该让杜少前明白你的想法，让他彻彻底底的死了心，否则下次再丢的就不只是这个陀螺。赶紧上场了吧，祝西西小姐演出顺利。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星辰，星辰，星辰，你没事吧？星辰，你没事吧？没事吧？刘星，发生什么事了？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妈，没事，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你好好看着星辰，我出去打个电话。你可要小心点。放心吧，妈。姥姥，妈妈什么时候来呀？马上就来了啊！来，你看，来了来了。妈妈来了。啊，坐好。哇，坐大汽车喽！放心吧，以后就跟着二哥住，一切有我，不会有危险的。相公，哎，这平面剖面图我已经改好了，麻烦你赶快核算一下设计费投标的估算单。好的，好的。李工，你马上去和财会部的人确认一下项目分项投资估算表，这每一项的工程量的预算都要多算几遍，千万别算错了。好。还有，投标书除了正本以外，再做两份副本，这些全弄好了以后，等我回来签字盖章。好的，老板。哦，对了，你们知不知道哪里有卖小孩东西的？你晓得吧，楼下转角有个铺子就有卖的。谢谢啊。哎，小朋友，你们知道星辰在哪儿吗？谁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谁的了。那星辰和他妈妈已经搬走了。搬走了？不能搬走了！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我只是想见见你，你们先下去吧，我跟他说几句话。是，陆欣，你告诉我，你怎么突然搬家了？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杜总经理，我念你在上海滩也算有头有脸，一直忍让着你，可是你却三番五次的来找我，为了我和我的家人能够平静的生活，我只能搬家了。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打扰到你的，我只是真的很想见你。可是你这种想法已经影响到我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以后再来美丽沙无常闹，我宁愿以后不在这里登台。你千万别这么做，你何苦这样对我呢？我只是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需要得到一个机会而已。 对不起，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实话跟你说吧，我当年就没有爱过你，我就是因为看上你的钱才跟你在一起的。现在上海滩有钱人这么多。 我能为了钱跟你在一起，当然也能为了钱跟别人在一起。所以现在你知道真相了，就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吧？到底是谁？是沈西南吗？你没必要知道。等等。 知道杜万英的儿子，那个永盛营造厂，也参与了中华大楼的竞标。我在想，他们一旦得手了，杜万英这个人心有多黑，手段有多毒辣，我们都是知道的。他不把这个口袋装得塞不下，他都不会罢手。我当然知道了。杜万英现在正在为公务局局长的位置到处撒钱，口袋里已是空空如也。他正指着这个项目，大捞一笔。 政府里有这样的人，真是党国之不幸啊！所以呢，还是要请丹尼尔先生的务必尽力，绝对不能让这种人把他的黑手伸到我们将来的办公大楼上来。话虽这样说，但吴副局长你也知道，浦江营造的实力毕竟比不上永盛。杜万英这些年，也没有少给浦江营造穿小鞋。 而且他现在肯定正在到处打招呼。浦江营造中标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了。你要知道，偌大一个市政府，不是杜万英一个人说了算。李东，你放心，只要有我吴立伟在，我绝不会让杜万英一手遮天。 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但是我希望，这是一次公平的竞标。那为了避免有人在竞标资格上做文章，
我还是希望林老师一定给予帮助。韩军老师，你是希望公平的竞争呢，还是希望能够帮到沈奇呢？我希望两者都是。我还以为你会否认呢。事实就是事实，没什么可否认的。我明白了，韩军老师，虽然有点不甘心，但总算是知道了你的想法，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我相信林老师一定会碰到更加适合的人的。谢谢你的祝福，就冲你这句祝福，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就拜托你了。放心吧，韩军老师，既然你开口了，我一定会尽力去帮你的。你头上有个东西，我帮你拿下来。什么东西啊？沈清南，你又来干什么？还把车灯开得这么亮？我来接韩军老师下班啊。倒是林老师，你干什么？大庭广众之下，你手都伸上去了，男女授受不亲好吗？韩军老师头上有东西，我帮他拿下来，怎么了？他自己没手吗？你告诉他一声就行了吗？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是浦江营造的老板，就可以在这儿显摆。你们两个都不要再说了。林老师，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我先走了。放心吧，韩军老师。快走啊！你以后注意点，说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动什么手了？别说了。你说你又跑来学校干什么？还跟林老师吵架？你现在不是我们厂的工业技师吗？我来向你报备的呀。我们今天啊，总算是招齐了五名看工先生，设备也都齐全了，所以从营造厂的规格来说，算是大厂了，陪绑率也降到50%了。50%，所以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是啊，虽然我对你的设计是有信心的，可是永生那边啊，有杜万营成药，还真说不准呢。这次的竞标，我们浦江营造可真的下了血本，要是失败的话，真是血本无归了。所以，我都不敢跟老鬼他们说，怕他们啊乱了阵脚。说到底啊，是我自己心里没底。停车。哦。怎么了？沈清南，现在剑已经在弦上了，你只管往前走就好了呀。杜万英有什么了不起的？就算他给永盛撑腰，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把你当初对付我的那种气势拿出来不就行了吗？你千万可不能退缩啊！你要退缩，气势上就先输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可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你可别害我白忙一场。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啊？嗯。听清楚，走吧。好。别跑！别跑！别跑！回来！找到你！哎！找到了！哎！大舅舅！啊！让我看看，谁欺负我们家星辰啊？来，去找大舅舅。谁欺负你了？是二舅舅老鹰抓的。哦，二舅舅。大舅舅替你收拾他！别要伤害他都没那么容易了。明天就是招标会了，准备的怎么样？哎，不管准备的怎么样，剑都在弦上了，只能往前冲了。我相信你一定行的。不行也得行。